老师好，我们针对早上呢有提到文入汇出的部分做一个补充，就是您如果透过它输出影片的时候，其实呢您在文入的左上角这边，事实上它会现在这个版本有加上一个浮水印。那如果你要把这个浮水印移除，它必须要做就是第一个要登录账号，那第二个呢，你可以看看它除了升级以外，还有提供你其他的方式。你可以选择几个方式来，就是让它可以移除哦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也是一个月授权一次。好，第一个，比如说你会在影片标题里面加上文入帮他做广告，或者是你在描述里面，你会跟他讲，我会这个影片呢是用文入做的，那只要呢贴上你的 YouTube 频道，它就会通过审核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上课没有提到的。那你选择的方式，标注出处的这个方式呢，你可以用第一个或第二个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只要再加上你的 YouTube 频道网址，按下确认之后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就可以正常的把这个浮水印消掉。